喂，哎呀，你怎么一会儿不见都不行啊？想你了吗？哎，怎么不说一声就一个人出差了？哦，是临时决定的，来不及跟你说嘛。哎，回来再跟你说吧。佳丽啊，等你出差回来，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去登记结婚了？我也该名正言顺的成为你丈夫了。哎，好了好了，回来再说吧。我现在在车上呢。多加小心啊！哎，亲一个。嗯，不要了，就这样，拜拜。拜拜。小梅，我回来了。小梅，我回来了。大年，你回来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你再晚回来一点，我就该走了。我不是买书了吗？学校放暑假了吗？啊，是啊。真的？今天刚开完总结会，全校放假。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暑假，好好安排我们的事了，于老师。对呀，小梅同学。哎，对了，今天你有空就去把咱们的结婚证拿回来吧。我们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去拿吗？哎呀，人家等不及了嘛。我就知道你着急。哎，这是什么？哪来的？啊，今天呀，中午来了个和尚，说是化缘的。我呢，就给了他一点钱，他就给了我这个。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些都是假的。哦，对了。大年啊，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说吧。这可是我最后一次飞国际了，以后啊，我就改飞国内了。我不在的这一个星期呢，你要把我们的婚礼请客的东西全都准备好啊。知道了，我的大小姐，快走吧，要不然就赶不上飞机了。好，走，我送你下楼。不如你送去机场啊。我还想送你去国外呢，快走吧。小心啊。拜拜，拜拜。喂，你好。喂，是大年吗？是啊，哪位？我是家里的姑妈。哦，姑妈，你好。大年啊，我该怎么跟你说呢？姑妈，虽然我和家里离婚了，可您还是我的姑妈，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吧。家里出车祸了。什么？他没事吧？大年，你能不能现在来趟医院呢？好，我马上就来。姑妈，啊，佳丽。佳丽，你认错了吧？哦，对不起啊。大年，姑妈，佳丽怎么样了？你先别急。大年啊，我真不知该怎么跟你开口。她是不是瘫了？那倒不是，没那么严重，就是头部受了伤。哎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哎，她不是跟我离婚以后就去了外地了吗？她这次是来这儿出差，谁知路上就……哎呀，他还和以前一样，这么不小心。大年，你跟我去见见医生吧，看看医生怎么说他的病情。哎，好，走吧。从这个片子上来看，目前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他的脑部受到撞击之后，可能有些记忆短期丧失，就是近期遗忘。哦，医生，他就是佳丽的前夫，叫大年。你有什么事儿就跟他说吧。哦，大夫，什么是近期遗忘？近期遗忘呢，就是对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全都记不清了，而且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情绪低落、焦躁不安，歇斯底里，还有自杀的倾向。那就住院治疗啊。哎，佳丽刚才还吵着不住院，她把离婚的事儿全都给忘了，说你一个人在家还不知道呢。我好不容易才把她安抚住，就赶快打电话叫你来了。病人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我看还是不要住院为好，最好还是回到她熟悉的环境生活。什么叫熟悉的环境啊？就是你家了。我家？可是我们离了婚的。我看你们还是顺着她比较好，否则出什么事我可不能保证。大年，还是听医生的吧。走吧，先去看看她吧。感觉怎么样啊，于老师？有一种四九年的感觉。四九年什么感觉呀？解放了呗。说我出车祸了，吓死我了！老公，你去哪儿了？你刚才怎么不来看我呀？不好意思，病人要量体温了，请你们先出去一下吧。我们先出去，你躺下。躺下是吧？看来家里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大年啊，以前的事儿全是家里不对。可是你看他现在可怜的样子，你先收留一下他吧。姑妈，以前你一直对我不错，所以我还叫你姑妈。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马上要结婚了，我未婚妻是个空姐，她下个星期从国外回来，我们就结婚。医生说现在千万不能刺激她，如果你一下和她全说了，她受不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心里能安吗？可是姑妈，家里现在只记得我们俩没离婚的事儿。你说让她住在我们家里，如果我未婚妻知道了，我没法解释啊。大年，姑妈求你了，我会尽快联系她现在的男朋友。对呀，她不是交了个男朋友吗？让她住她家不就得了吗？可是我不是联系不到她吗？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联系到了，恐怕也没用。我哥哥嫂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他们出国之前托付给我了，你看，要是家里出点什么事儿，我姑妈，你先别难过，咱们再商量商量啊。我想这件事会有解决办法的。如果他老不恢复记忆，我们该怎么办？一个星期，最多一个星期，我保证在你女朋友回来以前，不管他是好是坏，我一定把他带走。一个星期？是大年，我知道你是好心人，谢谢你，拜托你配合他一下。就当你们还没有离婚，也许他还能想起什么，也不一定呢。老公，来了。哎，你干什么呀？啊？我削苹果啊。我给你削。我跟你说啊，以后类似这种刀啊、剪子什么的，凶器你少动，知道吗？嗯。哎，我给你削。哎，老公，我们回家吧。这。哎，大年。嗯。哦，那我们现在就出院吧。那我去办出院手续。哎，好棒，我要出院了。我去换衣服。哎，
佳丽，手续都办好了啊，我们走吧。嗯。哎，杨老师。哎，佳丽，你腿怎么了？嗨，我撞车了，现在没事了。我们家大年来接我出院了。啊，哎，老杨，你们家大年，哎呀，你往那边说去。哎呀，大年，这怎么回事？我现在很难给你解释清楚。总之现在在家里面前，千万别提我们离婚的事，拜托了。那小梅呢？小梅飞国际了。那大年，你可不能脚踩两只船啊！什么？我跟你说，你不是有事要走吗？啊，快走吧，走吧，走吧。你们说什么呢？啊，我们没说什么，在开玩笑呢。走走走，咱们走吧。哎，哈哈，走。哎，这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是离婚了吗？这于老师又是小梅又是佳丽的，他在搞什么？平时看不出来他是这种人啊。哦，大年，你陪佳丽先回去吧，这么晚了我就不和你们回去了。佳丽啊，我明天再去看你好吗？拜拜。拜拜。师傅，去吉祥小区。好的。老公，我们去吃饭吧。不必了，我做了饭了，回家吃吧。那好吧。嗯，怎么拖鞋小了？啊？老公，我是不是长个了啊？哦，是拖鞋缩水了。哎，佳丽，哎呀，佳丽啊，医院里太脏，你还是先去洗洗吧，啊，去吧去吧。你干什么？没有，我收拾一下。把床单全换了。我，你不喜欢吗？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红色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细了？偶尔，偶尔。啊！哇，老公，你怎么把我的衣服全换了？没有啊。怎么回事啊？我，你是不是中彩了？没有。哎，这件我穿好不好看？你喜欢就行啊。全都是名牌啊！我试试。哎，佳丽啊，这些衣服啊不是现在穿的，大热天你穿它干什么呀？快脱了吧！啊，不脱嘛。好不好看？好看。老公，我知道你对我好，不过以后别这么浪费了。啊！这么多名牌化妆品。哪来的？这个也是我买给你的。哎，那我以前用的呢？不就是化妆品吗？他们说了，这个呀比你原来用的那个好多了。哎，谁告诉你的？老杨，是杨老师。突然对我这么好，又买衣服又买化妆品。不对，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了？亏心事？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再说我给你买这些东西还买出毛病来了。你对我这么好，你要我怎么报答你啊？不用报答，你的病快点好就行了。我们快吃饭吧，饭都凉了，我去热热啊。以上的人口分布在50英里之内的海岸地区，保护海岸线已刻不容缓。然而两种观点之间的争斗像海水一样遍及全球。一个独特的国家已经做出决定，荷兰的大部分国土。老公，别看电视了，早点睡吧。你先睡吧，我要看电视剧，我每天都必须看的。奇怪了，平时从来不看电视剧的，
那好吧，我先睡了。于大年，怎么了你？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瞒着你？什么事儿？我要你说实话。我说什么实话？从我回来我就看你不对劲儿。我是不对劲儿了。算了，不跟你说了。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有外遇了啊？说什么呢你？那这瓶古龙香水怎么解释？那是我自己用的，行了吧？你明明知道我对这个牌子过敏，闻都闻不得的，是哪个女人送给你的？我这是是哪个女人喜欢这种味儿？于大年，你想干什么你？我什么都不想干，家里别闹了，行吗？我知道了，医生说我出差的路上出了车祸，你是不是趁我出差的这几天搞出什么事情来了？搞什么？你别无理取闹啊！我无理取闹？好啊，那你给我解释清楚啊。我说不清楚，当初你就是这么疑神疑鬼的，要不是因为这些，咱也不至于今天。哎呀，算了，过去的事我不提了，好不好？不至于什么？你说呀，你说。我说不清楚。好啊，你还是老实的，于大年。你怎么也耍出无赖来了？我无赖，我无赖，行了吧？我跟你说吧，要不是看在姑妈的面子上，我不说了。好啊，你真行啊！你今天要是解释不清楚，你就别想回房睡觉。我根本就没想回房睡觉。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你是个病人，我不跟你吵，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于大年，我恨你！自找麻烦。哼。你不要一星期吗？要去的那边刮台风了，所以就回来了。我们都放假了。哎，我拖鞋呢？我坏了，我扔了，质量不好。哎，小梅啊，你还没吃早点吧？我们到外面去吃好吗？哎呀，我都累死了，我先睡会儿。哦，你还是先洗个澡吧，我去给拿衣服去啊。哎，不用了，我自己去吧。嗯，怎么有水声啊？哦，水龙头坏了，我正找人修呢。老公，你搞这么乱，昨天到底几个人睡这儿啊？就我一个人睡呀。嗯，咱们的照片呢？结婚照呢？结婚照片啊？老杨要结婚了，他说咱们的照片拍得好，拿去当样板照着拍。老公，什么生意啊？没有，先洗澡吧。你谁呀？我是他老婆。于大年，你听我解释。老公，他是谁呀？我知道了，香水就是他送的，是不是？不是，你们听我说。小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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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年，你给我回来！小梅呀，放开我！大年，姑妈救命！小梅，她回来了。小梅啊，对呀，她，你不是说她一个星期才回来吗？这我怎么知道啊？佳丽呢？佳丽在里面，快去啊！大年，你跟我说清楚。小梅，你听我解释啊，你别急。姑妈，大年她，佳丽别急别急，坐下来，咱慢慢说啊。
你受伤了，好多事情没法说清楚。那个女人是谁呀？这位小姐，她是……哦，房客。什么？前妻失去记忆，还住在我们家？大年，你……这是家里的姑妈，你也叫姑妈吧？姑妈，小梅呀、啊，大年都和你说了吧？小梅呀、啊，我知道我的要求很不合理，可是家里现在这个样子，医生说她现在很脆弱，不能再受刺激了，所以我想，你能不能暂时让她住在这里？姑妈，不是我不通情达理，你看我和大年马上就要结婚了，他这么一住，你看我们多别扭啊。小梅啊，本来我和大年商量让家里住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你回来我就把家里带走，可是你现在就回来了。小梅啊，我跟你讲啊，你看家里他现在一天到晚都糊里糊涂的，你看他也够可怜的了，咱们是不是帮帮他呀？啊，家里这孩子从小父母就在国外，是我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孩子有父母没父母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是啊，所以他一直很独立要强，可这次车祸让他的精神很脆弱，医生说要如果再受刺激的话很可能有自杀倾向。是，所以你看，小梅，我知道你心肠这么好，对一个不认识的乞丐你都能打发善心，为什么不能接受佳丽呢？老公，这不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是你们俩以前就……我向你保证我们俩没什么关系，昨天晚上我是沙发，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们绝不会旧情复燃。小梅，相信我吧。啊，小梅呀、啊，就一个星期，我看这样子按咱们原先说好的那样去做，一个星期他要是不好我就把他带走，你看行吗？姑妈求你了。啊，姑妈，可是他住这儿，那我住哪儿啊？啊，客房，你可以住在客房吗？客房？那我以什么身份住啊？保姆啊。不行不行，他这么时髦，哪有这么时髦前卫的保姆啊？再说他一身空姐制服，刚才呀家里他就疑心了半天呢。那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房客。房客？什么房客？啊，是啊，这是我给你们找的房客。我家很缺钱吗？不是，我想这个房间空着也是空着，所以就租出去吧。大年，你过来一下。啊，我过去一下。大年，他是姑妈找来的房客，我怎么看他这么别扭？不会吧？反正把房租给他我不放心。不是，我看还是算了吧。挺可怜的，真的挺可怜的。可怜？有多可怜啊？他这个女孩子很苦命的，她七岁就死了老爸，八岁嘛又死了老妈是吗？不是，还是死老爸。后来她老妈呢就带给她不断的改嫁改嫁改嫁，把她含辛茹苦的抚养成人，然后供她去读书，明白吗？这么惨我没看出来啊。其实最惨的还在后边呢，后来他老妈就死了，这个继父禽兽不如，居然贪图他的美色想强暴他，后来他忍无可忍一个人离家出走了，没想到呢结交了一个男朋友，又是个小白脸，把他的钱全部骗光了，又把他给抛弃了，他现在呢整个是无家可归，孤苦伶仃的。你看姑妈把他介绍到咱家来住，你要是再把他赶出去，那让他去哪儿啊？你看他多可怜。姑妈，哦，我，姑妈，程小姐，小妹，你还好吧？啊，还好，你就放心住下吧，愿住多久就住多久，没钱交房租就不交，真的。哎，谢谢你，谢谢。对了，还没吃早点吧？我去给你做去啊。哎，不用不用，我吃过了，真的。啊。那我给你收拾房间去，你等着啊。哎哎哎，老公，他没事吧？没事，说了他脑子有病吗？现在你信了吧？
老公，那我睡觉去了。去我去了。小梅呀，怎么能让你干活呢？不行。哎呀，没关系的，我干的本来就是服务行业嘛。那也不行。哎呀，佳丽姐，还是我来吧。哎呀，不行不行，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干呢？哎呀，不行，你是个病人，还是我来吧。哎呀，平时都是我干的。哎呀，佳丽姐，你快回去休息吧。不行不行，徐掌柜，我不好意思。哎呀，佳丽姐，我不能在这白吃白住啊，真的。哎，大年，你别傻坐着呀。怎么能让小梅干的？你快来拖地呀。我呀，当然是你了，人家小梅是客人。行了，你把地拖了，我去做饭。你快点。哎，你快去看看，家里去做饭了。哦，哎，万一病重了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你快点去帮他呀。我去帮他。对呀。我这……哎呦，快去快去快去呀！佳丽啊，我来帮你做饭吧，你去休息吧。那好啊，我去了。最后倒霉的都是我。哎，小梅，你快进来吧，来休息一会儿，辛苦你了。哎，小梅啊，你平时都有什么消遣呀？逛街呀。哎，我也喜欢逛街。我呀，就喜欢在商场打折的时候去抢购，我就喜欢那种很奇怪、很刺激的感觉。就是就是。对了，我带你去看我的东西啊，来吧。好啊。快来快来。来。小梅，你看，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衣服。这怎么样？厉害吧？这是英国货。哎，还有化妆品，来看。哎，这些可都是高级货呀。我都舍不得用啊。哎呀，别哭嘛，以后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你都可以用的。你还真大方啊。你放心，以后我们就是好姐妹。姐姐一定帮你找个好老公，好吗？哎，吃饭了。哎，吃饭，走，吃饭去。吃饭啦。好了吗？啊，马上就好。好了，我来帮你吧。小心别烫着啊。好。他用我东西。哎，算了，他是病人嘛。我不管。我要你赔给我。那好好好。不行，我给你买，我给你买。好，行了吧？不行，不够。好，我去拿菜。坐那。坐吧。老公，啊，吃菜。小梅，来吃菜啊！哎，小梅啊，不如吃了饭我们去逛街吧。好啊。哎，啊，吃了饭快把碗洗了，我们一块去逛街。我也要去啊。当然了。好好好。行了行了，快点吧。哎，快点。哎哎。能逛，我受不了了。等等我。哎，又打七折呢，我去看看。哎，去吧。哎，还没逛够啊。哎呀，我觉得他怪可怜的。他可怜，我现在觉得最可怜的就是我呀。哦。
累死我了。来，马上就回去了啊！别着急啊。丹妮。哦，是杨老师啊。丹妮，干什么呢？你的私生活啊，我本来不应该过问的，是不是？可咱们为人师表的，你说什么呢？啊，小梅，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好看。哎呀，真好看！可是我穿是不是瘦了点儿？两个。不行，我就得。大年，怎么还跟个小姐妹似的？怎么了？你搞什么名堂？我没搞什么呀，他们俩是一个妈生的啊！算了，你搞不明白的，我累了，再见啊！还是你不不，这大年，不不，这个衣服还是给你吧，你合适。哎呦，不行不行，你穿吧。哎呀，不行。逛够了没有啊？哦，好了好了，就回去。走吧，好走吧。这什么世界？老公，你看见我的唇膏了没有？没有啊。没有。佳丽啊，这个房间已经租给小梅了，那就是她的。你没事别老进他房间，那不好的。我要不进去还不知道呢。什么？他偷我的化妆品。你说什么呀？你怎么能随便说他偷你东西呢？本来嘛，你自己看。啊，就为这个呀？算了，别说了，佳丽。我就要说，偷我的东西还不能说啊？他来劲了。哎，不是你说的吗？你们俩关系好，你的东西他可以随便用吗？再说了，东西本来就……我是说过，那么随口一说，他还当真了？家里他怎么了？啊，犯病了。啊！干什么呢？怎么了？啊！是偷我的口红了。哦，佳丽呀，以为是他的，就拿回去了。啊！什么他的？那是我的，你给我要回来。你自己怎么不去要啊？我不好意思张口。那我也不好意思张口啊。不行，我不管，那是我的，你给我要回来。爸妈，别生气了，你就别和他计较了啊，以后再给你买，还不行吗？大年，哎，我去一下啊。你在小梅那儿这么久干什么呢？嗯，我啊，你不是让我批评批评他吗？啊，你随便说说就可以了，用都用了，反正下不为例。嗯，好。他也怪可怜。是是是，你们都可怜，就我该死。佳丽姐，哎，你干什么呀？我想洗澡，怎么也找不到换洗的内衣。哎，你干嘛把衣服都堆在这儿啊？哎，我自己来，你放这儿，我自己来。这个。原来在这儿啊！这个不行，为什么？这是我的。说什么呢？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总之就是不行。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老公，他抢我的内衣。啊，不会吧？你给我要回来。他要是不给我，你就告诉他别让他住了。哎，小梅啊，你抢他什么了？我抢他。自从他来了以后，就是他抢我，抢我老公，抢我衣服，抢我化妆品，现在要抢我高级内衣，你说他有多过分啊？小梅，你让给他点好不好？我以后再给你买行不行？不行，这明明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我一次都没穿过，不行。小梅，你别这样，他不是有病吗？你就让给他点，我以后再给你买啊。你说，你到底是谁老公啊？和你领结婚证的是我。他已经和你离婚了，你说呀？我，他不是就住一个星期吗？等他走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不行。那这样吧，我以后有时间一定陪你去法国，我给你买，要多少买多少，这样行不行？你说的。我说的，我保证。那好吧。
给我吧。什么跟什么呀？明明是我家，什么失去部分记忆、啊？我看根本就是装的，我实在忍不住了。请坐吧。好。医生，这么说，他真的失去了部分记忆？对，这和普通的失忆不太一样，就是忘了一些事，还记得一些事。不该记住的，他就偏偏要记住。你说什么？没什么，医生。那他复原需要多长时间啊？这个嘛，不好说。快的话一两个月，慢的话，也许一两年。啊，那么长时间？对呀、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了，谢谢你啊。不用客气。哎，医生，我有个想法。假如他的脑部再次受到撞击，会不会帮助他恢复记忆呢？这个理论上讲呢，有这个可能。真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干嘛？你要干嘛？不要乱来啊！哎，小梅。哎，老公，怎么是你啊？你来医院干什么？我关心佳丽的病吗？哦，那医生怎么说？医生说，如果失忆人的脑部受到相同的撞击，可能会清醒过来。哦。大年，你自己先回去吧，我还有点要紧事要办。好，那我先走了啊。哎。他出去逛街了。哦，哎，小梅啊，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不要吃醋了吗？我不是都答应你了吗？以后佳慧补偿你，你就别生气了啊。佳丽啊，她糊里糊涂的，闹得我一个脑袋变成了两个脑袋。如果你再跟我闹，那我简直没法活了我啊。谁和你闹了？我今天下午去医院就是去看佳丽姐病的。那医生给你开偏方了？什么偏方啊？我都看见了，小梅，我们要用和平的办法去解决，好不好？你在说什么呀？总之，我不会让你用它去打家里的头的，啊！打你个头啊！你别闹了。那万一打坏了怎么办呢？你以为是什么呀？我看家里那么可怜，又怕把它打坏了，所以……哎，亲爱的，我就知道你啊是最善良的了，我怎么会怀疑你呢？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亲一个，给你一个嘛，来，哦，没了没了，都拔下来了啊。没事了。哎，好好，我回房间了。哎，好。站住！你们两个嘟嘟囔囔的说什么呢？他没说什么，我在给小梅找白头发呢，找白头发。嗯。老公。干嘛？太晚了，该睡了吧。你先睡吧，我呀还不困呢。你昨天就说不困，老看电视剧到夜里一两点，结果就睡在客厅里了。什么电视剧这么好看？哎呀，我真的不困，你先睡吧啊。嗯，那你来陪我好不好？好啊，可是没有可是，我在房间里等你。哎，好，小梅啊，你还没睡呢。哎，你怎么了？你不会假戏真做吧你？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你来我房间睡啊。我也是想啊，可是不行啊。你还跟我装什么呀？你想进就进去啊，就当我不存在好了。哎，反正要不是因为那边刮台风，你们发生什么事，我现在还不知道呢。你别冤枉我啊。冤枉没冤枉你，你自己知道。哎，
小大年，大年啊！哎呦，聊够了，怎么舍得回来了？佳丽啊，我没什么想法。你说什么呢？我没什么想法。佳丽，你先睡吧，我写点东西啊。你要写什么呀？我要写明年的教学计划。你蒙谁呢？暑假才放三天，你写什么计划呀？赶早不赶晚嘛，是不是？不行，我要你陪我。佳丽，别这样，别这样。怎么了？你是我老公，我是你老婆。是啊，我看我还是去写，你先睡吧啊。讨厌。嘘，他睡了。你还真进去啊？我进去先把他稳住，然后再……你怎么稳呢？我先哄他睡着了，然后我再溜出来，行不行？啊，那你就到我房间来。老公，我给你留着房门。哎，好。哎，我们是夫妻啊，怎么搞得跟偷情似的？就是嘛。那，你千万不要假戏真做啊！我，要不然我就和你离婚。绝对不会，我发誓。别生气，我先进去了啊。你干什么呀？我又不会吃了你，你往中间点睡不行啊？好好好，好什么好？快上来。哎呦，哎呀，别闹了，别闹了啊！怎么了？好惊险呐！刚才要不是我定力深厚，我差点就挡不住诱惑，半截就不保了。臭美，想什么呢？明明就是我的命力比他强，你老是想着我，才不会被他勾引呢。哎，什么勾引不勾引的，太难听了。睡吧，我出去了啊。不会吧你？你不是说睡在这儿吗？不是，家里不是住在隔壁吗？我得去。他在隔壁，你就不能睡了？他才是第三者吗？我不管，你就得陪我在这儿。我是。哎呀，我家大年丢了！哎、大年，大年！怎么了？没事儿。别再装了！我不管你听见听不见，你马上跟我睡里边去！我看你再敢溜出去，我绝不饶你！装的倒挺像。臭佳丽，你要硬敢逼我老公，我就和你拼了！谁啊？于大年。杨老师。你要是敢和他有什么，我就和你离婚。
去吃宵夜，好啊，好吧。我自己家没我容身之地。老公，别在这站着，快跟我回去吧。大年，你不准备出去吃夜宵吗？我就知道是你小梅。我们不租房子给你了，赶快搬走。不管你被继父强暴也好，男朋友抛弃也好，都跟我们无关。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好人难做。什么？你想赶我走？你凭什么？自从你来了，你用我的东西，穿我的衣服，我都可以忍受。但是你抢我的老公，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好啊，我现在就把话说清楚。你一年前已经跟大年离婚了，我现在才是他的妻子。你胡说！不信是吧？你等着。这是我们的结婚证，你自己看吧。您别急，我们正找着呢，找到马上给您打电话。啊，再见。说多少次了，他是个病人，你怎么又跟他计较了？我是一时忍不住嘛。就是出点事儿，你良心能安吗？别说了，咱们赶快找吧。好，找到以后啊，你赶快跟他道个歉，就说刚才说的话都是假的啊。为什么？明明他是……哎呀，说了他是病人嘛，啊。走吧，咱们。哎，前面出什么事了？汽车撞人了吧？撞人了啊。好像是个女的，佳丽，哎，佳丽，佳丽，佳丽，挤什么呀？哎，别挤啊！你没事吧？啊，没付钱。佳丽，好惨啊！哎，姑妈，于大年是陈世梅，她不要脸。佳丽，你别急啊，坐下说。房客与小梅有关系，啊，我要和他离婚。好了，好了，好了，别急啊。小梅啊，还是没找到，怎么办？他是不是回家了？不可能，要是你，你能回家吗？那怎么办呢？我看，还是赶快报警吧。他这么神经质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啊？好吧。喂，对，我们要报案，我的一个朋友失踪了。姑妈，哦，在你那儿？哎，找到佳丽了，找到佳丽了。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又找到她了。我们绝对没有报假。我知道了，啊，你想害我呀？我怎么知道啊？人呢？在姑妈那儿。哦，姑妈。不过姑妈带她回咱们家了。啊？她还不死心呀？先别急嘛，先别说那么多，咱们先回去。不过这次啊，你可不能再刺激她了，好不好？可是，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好吧。哎，这次不管他怎么闹，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行吗？哎，没那么严重，啊。手机打不通，公司也联系不到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骗子叛徒，陈世美，你没良心！你个大骗子！我是骗子。叛徒，你没良心！对，我没良心。我跟你离婚！哎，甭费事了，咱俩不都离了吗？哎呀，姑妈，你听他说的是人话吗？佳丽，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呢。姑妈，你别说了，我算是明白了，我要跟他离婚，我现在就要搬走。姑妈，我现在就搬到你那儿去。好好好，好啊，你要搬走啊？你兴奋什么呀？你以为我搬走了，你就有位置了？我告诉你，我还不走了呢。嗯，我告诉你，咱们谁也别好过。哎，你说什么呢？哼，我想清楚了，我呀，我还不想离婚了。
我谁家去了？哎呀，姑妈，你看这什么事儿啊？赶快把弄弄走啊，要不然我们家鸡犬不宁了。啊，是吧，亲爱的？气死我了！他到底走不走？怎么这么多人关心程佳丽啊？你们怎么不一起来呢？我是从外地赶来的。他真的出了车祸了吗？是啊。那他怎么不住院呢？也不和家人联系？联系了，她老公把她接走。老公？那我是谁啊？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我才是她老公啊。你也是她老公？这什么？哎呀，我给你看照片啊。那，哦，是这样的，程小姐因为脑部受到撞击之后，思维出现了混乱，只记得她跟于先生是夫妻，所以就叫于先生把她接回去了。医生，您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呢、啊，您怎么可以叫家里的前夫带她回去呢？是这样的，这是程佳丽本人这么要求的。这怎么行？我得找她去。家里前夫住哪里？没经过她本人同意，我不能告诉你。不过他姑妈留了个电话，我倒可以给你啊，谢谢啊。啊，谢谢啊。怎么找程佳丽的，个个都这么神神叨叨？啊，小高啊，事情就是这样，你先别急，一会儿大年他们就回来了。哎，他们回来了，啊、姑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年，是于老师吧？啊，这是小梅，你好。哎，坐坐坐坐坐，咱们坐下说吧。哎，啊，请。哎，于老师，我想把佳丽接出国治疗，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啊？那好啊，可是他会跟你去吗？我想他应该会记得我吧。哼，是吗？要是记得你的话。为什么还叫我老公啊？你哎，那可怎么办？现在公司乱成一团，佳丽又不在，公司很多事情都办不了啊。佳丽呢，管着财务，她要是恢复不了记忆，那公司就要垮了。那怎么办呢？大家想想办法。哎，我倒是有个办法啊！别又是撞击的办法啊！不是的，老公，叫情景重现。情景重现、什么是情景重现啊？嗯，就是说让病人在同一个地点看见他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一段情景的重现，就此激发他潜在的脑细胞，可能就会想起点什么。哎，说得这么玄，管不管用啊？现在也只好有病乱投医了。那什么才是给佳丽印象最深的呢？嗯，比如你们第一次相遇。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去年的圣诞夜，在雅阁餐厅，当时里面坐了好多人。你好，欢迎光临、你好。这个地方真不错。我觉得实在是是小姐，我可以坐这里吗？别的地方已经没有位子了。今天晚上我们公司举行圣诞晚会，有兴趣一起参加吗？嗯，你觉得怎么样？是吗？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就这样相爱了，我想他一定印象很深的。哇，好浪漫啊。行不行啊？你家里的速度应该在半小时之内到。错，家里连化妆带选衣服再出门到这里的准确时间应该是36分钟。嗯，不愧是做投机生意的，算得准啊。小高，到底行不行啊？姑妈，我有信心。嗯，行。喂，
大年，你在哪呢？啊，我马上到啊。我订了位子，用的是你的名字。好，那快点。哎，好。小姐，请问你定位了吗？有，姓程的定的。这边请。请问您要点什么？先来杯冰水吧。好的。不好意思啊，小姐，别的地方都坐满了，我可不可以坐在这里？你有毛病啊，这到处都是空位吗？其实我是想邀请你参加我们公司的圣诞晚会。啊，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不是圣诞节。啊，五一和圣诞也差不多吧？差不多，差半年多呢。我，对不起啊，我搞错了。哎，快快快！真有病！哎，过来，小高。哎呀，真是印象好深刻啊！你那么高兴干什么？那事实就是这样的嘛。没关系，我们第一次接吻的情景，他一定不会忘。我们再来。你说什么？还来啊？为了佳丽，为了我的幸福生活，我豁出去了。哎，你们第一次接吻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第一次接吻是在海滨公园。佳丽，我是一个眼光非常高的男人，从来没有把女人放在眼里，直到认识了你，我才知道我生命中的另一半出现了。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佳丽？那时的我是多么的幸福啊。哇，真是太浪漫了。喂，大年，你在哪儿呢？我刚才被人骚扰了。我知道，我知道。啊，你知道？哦，不不不，我不知道。要不咱们改在公园见面吧。公园？什么公园？海滨公园。嗯，那好吧。搞什么鬼呀？快走，快走。有什么理呀？快走啊！对不起，佳丽，我来晚了。佳丽，我是个眼光很高的男人，从来没有把女人放在眼里，直到遇见了你，我才知道我生命中的另一半出现了。佳丽，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哎，色狼！大年，怎么回事？他骚扰我。不怕不怕，有我呢。啊，小梅，小梅，你不是说当初跟佳丽见面的时候第一次拿的是玫瑰花吗？怎么又变成甘蔗了？你什么意思你？我不是没有玫瑰花吗？所以就不能情景再现了？大年，你很得意是吧？你是不是不想让佳丽恢复记忆啊？那好啊，那我马上。哎，小梅，我大年啊，当初说烦的是你，现在捣乱的也是你，你什么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没什么意思，我不是故意的。于老师啊，你已经和这位小梅小姐结婚了，你和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不要两边都沾着好不好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哦，是不是吃醋了？哼，既然你现在还吃他的醋，那我算什么？你是我老婆啊。好，你知道小梅是你老婆呀，那你跟小高还捣什么乱？嗯，对不起，对不起了，要不咱们再来一次情景重现好不好啊？机不可失，
是不再来，你懂不懂啊？你看，这次机会错过了，可能再也没有了。佳丽呀，他不会再相信了。那我怎么办啊？现在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送佳丽出国，到国外去疗养。不过姑妈，佳丽这家公司不能没有人管理，这家公司是佳丽辛辛苦苦经营的，要是佳丽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公司倒闭了，她一定非常难过。我看呢，还是等她恢复了记忆之后再说。姑妈，我们可以等，可是客户等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公司就全完了。哎，倪建元啊，现在是佳丽重要还是公司重要啊？当然是佳丽重要了，不过公司对佳丽也很重要啊。我看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住进你家去，尽快帮佳丽恢复记忆。啊啊，不是吧，你也要住进来？我看行，就让小高也住进去。他凭什么呀？他以什么身份住进我们家去啊？我保姆啊。不行，保姆都是女的。投资顾问？投资顾问？哪有把投资顾问带进家去的？有了，小梅的负心男朋友。啊，你说什么？男朋友？小梅以前的男朋友？是啊，他痛改前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现在又回来找小梅来了。是啊，是啊，他做生意失败，赔了钱，没地方住啊。小梅，你还收留他呀？小梅，我可要提醒你啊，这种男人你还要啊？他，哎呀，你看他那德行，一看就是个陈世美。佳丽姐，你看他那么惨，你就可怜可怜他吧。啊，哎呀，小梅，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你那男朋友刚才他勾引我来着。总之，佳丽姐，你千万别误会他了，他因为生意失败，所以有点神经质，他老是把你当成是我。不是不是，他一犯病啊，就把女人当成是我，老是想着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很可怜呢。那还不错，他没有把你忘了。佳丽姐，你看呢？那就让他暂时住下吧。有你男朋友在身边，我就放心了。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佳丽姐同意你留下。谢谢啊，佳丽。小梅叫我佳丽姐，你叫我于太太。于太太。那好吧，小高，你过来一下。这个做人呢，要懂得知恩图报。你最困难的时候，小梅没有嫌弃你，你可不能再背叛她呀。还有，我想说，不管你怎么了，我也不和你计较了。你找个好医院把病治好，你还年轻，前途还很远大呢。好，谢谢您的关心。大年，进房来，我有话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啊？大年，我知道我们一起生活很久了，你有点厌倦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听我说完。最后要和你一起生活，走完后半生的，一定是我，不是小梅，知道吗？小梅。带小高早点休息吧。我们还很年轻，还没结婚，怎么能住在一起？那随你便吧，随便吧。大年，回屋睡觉。我最近梦游，我怕影响你，我们还是睡客厅吧。神经质。来来来，坐坐坐啊。我呢是这房子的主人，所以呢我睡这儿，你呢就在那儿对付对付吧。那我警告你啊，不许打小梅的主意。放心，我爱的是佳丽。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你对小梅也不怀好意。
真的认识他。难道我真的认识他？不过没关系，我会尽快让他签字的。好吧，哎，就这样，拜拜。高先生，你这么早起来做早餐啊？啊。家里每天早上都要吃早餐的，习惯了。哎，真的？哎呀，家里的命真好。我们家大年可就不一样了，没课的时候呢，他总是不睡到中午，不会起床的。于老师是太累了，这两天他太辛苦了，就让他多睡会儿吧。啊。哎，高先生，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我以前啊，什么都做过，我还给人家送过外卖呢。真的？啊，那就是白手起家了。是啊，遇到家里以前啊，我不过是个小职员，是家里给了我机会。我们都说好了，我们结婚以后啊，先不要孩子，家里还是公司的法人，我不过就是他的助手。我愿意给他做助手，只要能和家里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做。高先生，你真好。哎呀，我还没洗脸呢。啊，快去洗脸吧，待会儿吃早餐。哎，好吧，谢谢。陈律师，如果家里永远都好不了了，我是不是可以接管公司啊？是吗？我和家里的关系人人都知道，那他的财产我有权支配吗？也不行，一定要登记以后吗？哦，我知道了。不信。真的，他看中家里的就是钱，我不能让他把家里带走。我也看出来了，他对你也不怀好意。不行，我今天就让他走人，不能再让他住了。我看是你不怀好意吧。你说什么呢？我看是你不想让家里和高英达在一起，你想一个人全霸占吧。你怎么这么想我呀？那我怎么想啊？高先生人这么好，你还说人家坏话。大年，自从高先生来了以后，你就老是和人家过不去，处处和他作对。我看分明是你不想让家里恢复记忆。不是那么回事儿，算了，我不和你说了。老公，我回来了。我找佳丽去。佳丽啊，啊，高云达他不是个好人，他看中的就是你的钱，不能再让他住在咱们家了。还有啊，他对小梅也不怀好意。哎呀，他是小梅男朋友，怎么就不怀好意了？他是，哎呀，不跟你说了。我看小高人挺好的，自从来了以后，对我和小梅都挺好。脾气又好又帅，比你强多了。你们，好好，我和你们说不明白，我不说了。哎，于老师回来了，高先生啊，家里的财产不少吧？哎，你问这个干什么？如果家里出了事儿，那笔钱归谁啊？她丈夫啊。这就对了，所以你急着和家里结婚，对不对啊？于老师，您说什么？您才是她丈夫吗？是啊。哦，不对，怎么不对啊？我是小梅的男朋友，你是家里的老公，怎么不对啊？我跟你说，你别给我耍无赖啊！你对小梅不怀好意，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对谁都是这样啊！你一定要说我不怀好意，我也没办法。我看出来了，你一定就是想赶我走。好，我走就是了。
不过我告诉你，为了佳丽，我是不会走远的。我就是在家门口打地铺，我也要在这儿。大明，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哎哎，小高，你别走，我看谁敢让你走。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的给他冤枉了。哎，小梅啊，我看这位于老师啊，还是旧情未了啊。要是这样，我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还不如及早退出呢。到时候佳丽的公司倒了，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哎哎，高先生，佳丽啊，我走了，你多保重，我祝你幸福。哎，等等，你不要走，高先生，你别走。佳丽啊，多吃点青菜对身体才好啊。应达，不吃鱼的。哎，佳丽啊，哎，小梅，小梅，小梅，喂，是我。我知道了，很快，佳丽现在已经记起我了，你就赶快把授权书准备好就是了。嗯，好的，好，嗯。佳丽啊，佳丽，你是不是都记起来了？佳丽，我现在是要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高永达不是好人，他并不爱你，他是为了你的钱，知道吗？你来，我来让你看。高永达，奇怪了，小梅，你出来，来。姑妈，我是真的想退出了。为什么呀？我是怕家里辛苦支撑的公司毁在我的手里，等家里病好了以后，我也没办法向他交代啊。结果现在被人家误会，我是贪图家里的钱，而且我也看得出来，于老师对家里是真心的。我看我还是走吧，让家里和于老师。小高啊，先别说家里和于老师的事儿，先说说家里公司的事儿，怎么解决才能保住？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算了，我还是别说了吧。不不不，你说呀，这样也是为了家里好啊。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家里签一份授权书给我，把公司的工作暂时交给我处理，等家里病好了以后我再还给他。这个嘛，这个也是唯一可以帮助家里维持公司的方法了。那要不然我去和家里说说，让他把授权合同签了。姑妈，这件事情我不好出面，免得家里误会我，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这个当然可以，不过这授权书嘛……啊，我早就带在身上了。哦，授权书你都准备好了啊？那佳丽，小高也是一番好意，先把公司交给他处理。
否则要不是您，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哄佳丽签授权书呢。你别太得意了。怎么了？授权书已经签了，我就是公司新的法人了，您能把我怎么样？你滚。哎呀，啊，高英达，你这个骗子！啊，都怪我呀，我怎么信了这种人？不行，不能这么便宜了他，我去把授权书要回来。大宁，让他去吧，你别以为他得到了什么好处，其实我的公司早就负债累累了，我这次来这边就是为了办理申请破产手续的。这下好了，他接手了公司，我倒清闲了。让他去为那一大堆债务头疼去吧，我解脱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害得我和姑妈为你担心半天。对不起，给你们添很多麻烦。没关系，佳丽，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家住下去。不，我怎么能住下去呢？你现在有了好的归宿，我还来打扰，对不起。没什么。大年，我走了。走？你要去哪儿？我去国外陪陪我父母，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我祝福你和小梅。佳丽，我走了。谢谢你，大年。我走了，我觉得家里更适合跟你生活在一起。这几天的朝夕相处，我看得出来，你对家里还是有深厚的感情的。既然这样，那我就决定退出来。我想，与其三个人痛苦，不如我一个人来承受。我祝愿你和家里和好如初，生活幸福，小梅。师傅，停车。哎，佳丽姐，这么巧啊！小梅，你这是？我决定离开了。不，要离开的应该是我。如果因为我你误会了大年，那我向你道歉。佳丽，我没有误会。我能看得出来，大年对你是有感情的。不管当初你们为了什么离婚，我想，都不是你们双方的本意。不，小梅，其实你比我更适合大年。不，还是你比我更适合。小梅，别赌气了。姐，我没有赌气。我想明白了，我该走了。哎，小梅，再见。去机场吧。好的。佳丽，小梅，你们都走了，都不管我了。
佳丽，我知道小梅已经走了，所以我不忍心丢下你一个人。虽然我们做不成夫妻，但是我们还能做好朋友，你说对吗？我看你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吧，不如我给你做点东西吃吧。吃点东西吧。好。